先恭喜冠宪浩在这次龙石杯拿下整个亚洲华人区的冠军，还有 TQ 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这一场比赛其实在你换车的这个时间其实很短，对，从换车到现在大概多到比赛那一场大概多久的时间？大概一个月的时间。才一个月的时间，差不多。那在前面的话是有在台湾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？有参加过那个 T Pro 光华轮胎杯。但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大概是多久的时间？就是拿到车是多久？拿到车之后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？对。哇，那在这么短时间怎么去适应这台的车？毕竟它是一部完全对你来讲是全新的车款。对啊，然后我就是先照原厂设定下去驾驶这样子，然后再去二零针对场地然后去做调整。嗯，对。那这辆车在你这样跑下来，毕竟这两场的成绩都不错，对，基本上都已经达到最高峰。在你感觉这部车给你的操纵上的一个驾驭感觉怎么样？过弯比较快，快过弯比较快，过弯快很多。嗯，还有哪些特性是比较吸引你，让你觉得跑这台车，不管是单圈成绩或者整体方面增加的因素？我觉得它的转向嘛，这是第一点，然后第二点是它的刹车系统。对，它的刹车是那种很敏感，然后也很利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，这台车的那个整个加速，你对这台车加速的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快，非常的快。对，而且还有一些传动轴还是就偷轻的。对，因为这一版好像跟前一版就是前一版的部分改了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改了百倍。然后还有一些就蝴蝶版的角度这样子，对，主要都角度，然后百倍转向座是不是也？因为刚有看一下，好像转向座跟前一代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它算是侧向球头。侧向球头，对。所以整个过弯上应该也会比较非常比较流畅一点，然后也比较快。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那个龙石这场比赛，因为其实这场比赛来了蛮多国际选手，包含在你后面的选手也是国际选手。其实我们特别注意啊，就是说，其实整个比赛里面，这些国外的选手将近八个左右，对不对？比国际车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这是怎么有这个能力这么厉害，就杀到第六名，抢先进去，而且是华人，算是华人第一名的排名进场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觉得国外选手哪一些的那个跑法，或者是？比较值得你去参考。其实国外选手他们的话，他们这种场地有没有？他们我问他们设定，那他们设定基本上都是在他们的，就是说原厂设定，他们自己一定一套设定，然后基本上就是都照那个设定。对，其实他们都只是做些微的调整而已。些微的小，就避震器跟差速调整而已。那你自己的车子的话，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？有差速器从前面三千，中间七千。然后后面一千改成七千、七千、三千，最主要是因为场地的特性。抓地力，那时候抓地力，就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抓地力特别好，对，真的很好。那这次比赛，因为这次好像雨下蛮大的，对，然后有下雨，然后变成说，我们其实做调整的话，时间上比较不够，对，因为我们边下雨，然后就要马上比了。其实真正练到车时间也很短，对不对？大概一天的时间。大概一天的时间。对。看看动力的部分，因为整个车子其实很清楚 ，S H 的车，Z Car 这本身加速性就是非常好。对。那这次的动力我们知道是2016版的一个版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它的整个动力出力，让你感觉说这个动力用起来怎么样？它的低速跟就是拉速方面，真的不会输进口引擎。对。其实说到跑法，我相信很多人会感兴趣啦。对。就是说，关于你自己在跑这个车子的时候啊，对，从这两三年其实进步非常多。跟之前，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观察下来，你觉得自己在跑车上最大的进步点是在什么地方？最大的进步点，对，就感觉为什么之前我跑的成绩就不像现在这么快这么稳？其实我觉得是有接触到电车，有什么关系吗？因为电车的话时间比较短。那很讲究路线，对，
因为其实它分秒必争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不像我们油车是一个小时这样子，那电车的话六分钟可能就要，嗯就是要拼出来的，对啊。那油门跟方向都一般，我们通常会去分析哈，比如说我们有过弯的时候，它可能有第一动、第二动、第三动，对，然后跟那个过弯打舵这些，对，你自己在过弯上的油门点大概会落在什么？比如说我进弯点。跟出弯的时候吹油点在什么时候去做动作？大概在第二动、第三动那边。二阶三的时候。对。所以基本上你的车是调的会属性会比较偏稳定一点。会偏稳定一点。偏稳定。可是因为这台车其实我调过很多地方，那其实它这台车蛮大一个优点就是说我动一个孔位，或者是动一个角度，其实车子就会明显的回馈回来。有反应就。就会有反应。嗯嗯嗯，对。所以变说在调整方面的话。会比较容易调整，因为你动一个孔位，动一个角度，它就会有感觉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这两年，你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表现？回馈给自己也好，或者是厂商也好，希望达到什么样一个表现？我觉得我的目标现在是亚洲前三，亚洲赛前三。好，然后还有世界赛前五十。前五十。对。OK， 所以给自己。这个目标很好，就是每个玩家都很希望跑快。对，那你有没有给这些玩家一个建议？不管是我们台湾，或者是整个亚洲区、华人区的，好听得懂中文的，给他们一些建议、就是。其实我觉得跑车的话，先追求路线，还有稳定度。对对，你要让车子过弯，还是在飞跳台的时候，让它变得流畅一点。好，所以路线其实是最主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能失速，对，你要路线要顾着。路线不好，所以才有入弯点、进弯点那个点才准。对你进弯点、出弯点，嗯，都很准的话，那个安全就会蛮稳定的。好，那大家也听到冠杰给大家一个建议啦。我相信这一点，其实自己我也在玩车。对。好，那我现在对所有玩车的人，这个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那我们也祝福冠杰在后面的一个比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。好，然后一贯维持我们台湾神奇小子的作风。好。继续为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冠杰，谢谢。